姑娘相亲当天故意打扮的奇丑无比，配上满脸的麻子和突出的龅牙，瞬间引得了全场的嫌弃。当她欣喜的以为自己能够躲过一劫，不料却阴差阳错与相亲对象格外的般配。这个倒霉的女孩名叫莫婉，几天前嫡母为了让莫婉尽快嫁出去，便准备为她安排一场相亲，而恰好今天皇上要陪自己的女儿丽妃回门，嫡母便想让皇上做主，直接定下婚事，以免出现变故。可莫婉压根不想嫁人，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嫡母的提议，当即就要转身离开，却被自己的生母二夫人叫住。看着莫婉丝毫不懂得尊敬，嫡母立刻将矛头指向了二夫人：“你要嫁怎么自己不去嫁？放肆！那是你教唆他顶撞嫡母的。”莫婉见状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对嫡母无可奈何。夜晚，嫡母专门为莫婉准备了一场相亲宴会。等到相亲对象走上殿来，众人顿时惊得合不拢嘴。只见来人不但身材矮小，长相还无比丑陋，这让众人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丝毫没注意到嫡母得逞的笑容。这是犬子赵平，与姚姑娘是同岁，而且八字是极其相宜，简直就是天生的缘分啊。一旁的姚大人闻言脸色一变，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夫人会为女儿物色这样一个人家，正觉得脸面有些挂不住，莫婉也从门外走了进来，满脸的麻子和突出的龅牙，顿时让嫡母大吃一惊，立马呵斥她为何这副打扮。小姐一向如此啊。贴身侍女的话让莫婉十分满意，本以为这番装扮就能推掉婚事，不料却阴差阳错和相亲对象赵平十分相配。莫婉见状只能再生一计，拿起桌子上的糕点吃了起来，一口下肚，她当即装作中毒晕了过去，现场瞬间乱作一团。一旁的侍女也心领神会，急忙跪地哭诉：小姐吃了赵公子带来的糕点就晕倒了，难不成是这个糕点有问题？这下所有人都以为是赵平害了莫婉，谁知赵平却吵闹着表示糕点是自己母亲准备的。我娘不会，哎，娘你不会害他？你这傻儿子，娘打定主意一心要娶那姚姑娘，怎会害她呢？众人闻言面面相觑，嫡母却一眼看穿了莫婉的把戏，直接来到她的身边，伸手狠狠掐住了莫婉的大腿，强烈的刺痛瞬间让她忍无可忍，只能大叫一声坐了起来。婉儿，想必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随便晕倒了吧。眼看计谋被拆穿，莫婉只能死死地盯着嫡母。一旁的姚大人看出了女儿的反抗，便用莫婉身体不适为由提出延缓一亲的建议，谁知嫡母却站出来从中缓和，立刻表示这是一场误会，还请求皇上当场赐婚。眼看莫婉就要被推入火坑，一旁的王爷再也看不下去，站出来为她说话。既然莫婉抗拒这门亲事，就足以表明两人并无缘分，恳请皇上做主解除婚约，也算是少了一段孽缘。皇上闻言立刻叫来了莫婉本人，询问他的意愿。莫婉抓住机会直言自己并没有嫁人的意思，一想到刚才莫婉的行为，皇上也对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产生了兴趣，只因她的行为跟皇后年轻时很是相似，都爱耍花样去捉弄别人，便当场承诺莫婉以后由她自己选择夫婿。莫婉闻言欣喜地拜谢皇上，这场闹剧也终于结束。谁知这时太监总管安山前来回禀，皇后意外遭奸人所害，原来是宫中的守卫在皇后的寝宫抓住了一名刺客。皇上闻言顿时慌了神，立刻转身起驾回宫，而原本身体就虚弱的皇后此时已经变得奄奄一息，看着皇后嘴角不停地流血，皇上怒发冲冠，就连身体都止不住地颤抖。一旁的太医吓得魂不附体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表示皇后恐怕撑不过今晚。太医的说法无疑是雪上加霜，受到强烈打击的皇上为了搞清楚幕后主使，便怒气冲冲地来到牢房审问刺客，而刺客由于承受不住严刑拷打，主动交代出了幕后凶手，就是宠冠后宫的李贵人。皇上闻言立刻吩咐侍卫缉拿李贵人，看着自己曾经宠爱过的女人竟做出如此阴狠的事情，皇上心中一阵心寒，事到如今李贵人只能不停地求饶。如此丧心病狂毒害皇后，你还有何脸面向朕求情？话音未落，皇上便直接下令将李贵人全家满门抄斩。很快皇后的死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二夫人得知大女儿去世一时间悲痛万分，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。灵堂上皇上不禁自责没能照顾好皇后，让二夫人承受如此丧女之痛，但他已经对下毒的人满门抄斩，也算是给姚府一个交代。一旁的莫婉却不吃皇上这一套，直接口无遮拦地提问，想知道贼人是如何毒害了自己的姐姐。面对莫婉一连串的问题，皇上心中的愧疚更加深了。一旁的姚大人见状立刻请皇上恕罪，莫婉只是因为姐姐去世才口无遮拦，而皇上也并没有打算怪罪。看着莫婉神似皇后的面庞，皇上顿时一阵恍惚。次日莫婉来到皇宫调查姐姐去世的真相，
只因他并不相信一个想要争宠的女人竟然大胆到要毒杀一国皇后，谁知还没有所发现就被侍卫以擅闯皇宫的罪名关进了天牢。正当他走投无路时，却意外遇到了皇后生前的贴身婢女半夏。看到皇后的妹妹也在这里，半夏顿时欣喜不已，本以为皇后被害的真相要一直隐藏下去，如今竟让她再次燃起了生机。半夏急忙将皇后毒发当天的事情全都告诉给了莫婉。原来就在皇后腹痛不止时，她就意识到自己喝的安胎药有问题，顾不得身体的疼痛，皇后立马让半夏将药渣藏了起来。今天来宫里的三位妃子都有可能是害我之人，总之你连皇上也不可以轻易相信，知道吗？莫婉得知经过心如刀绞，她不敢相信姐姐当时有多么的绝望。而半夏早就听说杀害皇后的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，她怕莫婉也被表面蒙蔽，便表示李贵人是个替罪羊，希望莫婉能为皇后做主。听到姐姐被害另有隐情，莫婉发誓一定要替姐姐报仇。而她被关进天牢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皇上的耳中，一想到那个古灵精怪的姑娘，皇上立刻吩咐侍卫将人放了。随后莫婉打扮成姐姐曾经的装扮出现在了皇上的书房，开始翩翩起舞，这让皇上看得目瞪口呆，只因莫婉的举手投足都与皇后一模一样。一舞结束，直到莫婉跪地请安，皇上这才回过神来，求皇上赐予小女地位与尊荣。皇上闻言不明所以，虽然他也有意让莫婉当自己的嫔妃，却对他的主动感到惊讶。莫婉却表示皇上虽然有后宫佳丽三千，却唯独对皇后情有独钟，如今皇后已死，他有把握填补皇上心中缺失的一角。皇上看着面前神似皇后的莫婉，嘴角缓缓勾起了笑容。就这样皇上当众下旨册立莫婉为妃，与其他三大妃子共同掌管后宫之事。一旁的嫡母见状心中极度不已，表面却假意恭喜，阴阳怪气地表示莫婉只是进宫了一次就被封为了妃子，反而自己的女儿丽妃陪伴了皇上五年才熬到了妃位。皇上自知嫡母的算盘，但他不愿与一个妇道人家计较，便同样要晋升丽妃的位置。正当嫡母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，终于把女儿推到了皇后的位置，谁知皇上却突然调转语气，下令将丽妃晋升为丽贵妃，错失了皇后的位置。丽妃只能忍下心中的失望，乖乖跪地叩谢皇恩。事后下人刘醒来给莫婉送册封喜服，却刚好遇到了嫡母，看着刺眼的红色，嫡母气愤的直接将衣服扔在地上，话里话外瞧不起莫婉这个新晋的嫔妃。刘醒护主心切，立刻出言反驳，表示即使莫婉是妃位，那也是皇上亲封的，而嫡母本就害怕莫婉进宫会阻碍自己女儿的前程，如今见一个下人都为了莫婉出头，瞬间气不打一处来。既然刘醒如此喜欢为莫婉说话，他便吩咐侍卫将刘醒晋升当个太监进宫，陪伴在莫婉的身边。就这样刘醒被侍卫无情地拖了下去，此事很快传到了莫婉的耳中。看着躺在床上虚弱不已的刘醒，莫婉心中十分自责，此时此刻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到达了顶峰，不只是为了给姐姐报仇，更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。几日后莫婉一身红衣坐在床上无助地流下眼泪，一入皇宫深似海，可他却不得不这样做。此时接亲的马车已经在府外等候多时，却依然没有莫婉的身影。这时侍女突然禀告，莫婉竟在婚房突然消失，妃嫔失踪若是被皇上知道，那就是看护不力的杀头大罪，王爷立刻派兵出去寻找。与此同时宫中已经到了侧妃的时辰，皇上迟迟不见莫婉的出现，心中隐隐有了几分不悦。这时太监急忙回禀，表示莫婉在婚房离奇失踪，皇上这才担忧了起来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嫡母得逞的笑容。原来就在一刻钟前，莫婉的房间内突然出现了一名黑衣人，紧接着他就被捆住手脚，独自一人坐上了马车。机灵的莫婉立刻将自己香囊中的草药往马车窗外撒去，果然被赶到的王爷成功看到了沿途的线索。可等他追到湖边，却看到了黑衣人把莫婉打入水中的场景，顾不得男女有别，王爷跳下水中前去营救，眼看莫婉已经昏迷窒息，王爷只能对嘴为他渡气，莫婉这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皇宫中太监再次禀告，莫婉已经被人找到，但却有传闻说他被歹人折磨得衣不蔽体，已经不再是清白之身。皇上闻言无比震惊，等到莫婉亲自上殿后，皇上立刻质问他事情的经过，莫婉这才跪地表示自己被歹人劫持，目的就是想让他落下一个逃婚的罪名，幸好有王爷的相救，这才保全了清白和性命。皇上见莫婉所说与太监的回禀相差甚大，顿时怒火中烧，正要治罪，太监却立马有眼色的跪地自责不该听信了谗言，流言不攻自破。皇上这才缓和了脸色，上前将莫婉扶起，承诺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。一旁的王爷立刻回禀自己布置的守卫非常周全，外人是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将人掳走，
除非是姚府内部为人，而刺客被抓后，为了不说出背后真凶，竟服用了大量的毒药自尽而死。一听到毒药的名字，姚大人心中隐隐觉得不安，只因这种毒药乃是自己夫人的母族独有。很快侍卫便查清了来龙去脉，所有的迹象全都指向了嫡母，眼看纸已经包不住火，嫡母也瞬间慌了神，立刻跪地请罪。皇上不禁大怒，他早就厌倦了后宫的女人为了夺位用的手段不计其数，为了以儆效尤，皇上当众褫夺了嫡母一品夫人的称号，将她关进大理寺严加审查。嫡母也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真是恶人有恶报，莫晚今后在皇宫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吗？关注八两，下集更精彩。